跟个人的 FB 或是花花三合会之有，还有空服职业工的里面会有讯息，就是有最新的谈判讯息也会告诉大家。然后因为刚刚我刚刚看到脸书里面有人在问是不是不能离开现场，还是跟大家说你把会员证带着，你可以去用餐，可以休息。哦，目前这边其实我们抗争持续进行中，因为目前算是最安全的时段，因为他们正在谈判跟协商。如果你现在才到达的组员，然后要交的证件在报到处那边，然后也请大家组员把那个会员证就带在身上，因为要进入这个现场其实是要有会员证的人才可以进来的。来，给我五个男人，再过来。